龚自熙在发挥心机女本色，这贴身白痴汉颜明熙陈凯琳，网名各主持竟夸张。日前乐坛小天后颜明熙 Gigi 及陈凯琳 Grace 出席快餐店活动，期间二人除作大展厨艺之外，更接受 TVB 娱乐新闻台访问。不过徐弟葛画面就被主持龚自熙 Chris 抢晒尽。日前龚自熙以 TVB 娱乐新闻台主持人身份访问颜明熙及陈凯琳， Gigi 及 Grace 都以运动造型上阵，不过就着上风雨。而旁边葛龚自熙发挥心机女本色，同样系运动 look， 不过徐上身只系着上一件超贴身葛白色 T， 露出小蛮腰，感觉健康的离又性感。系三人之中，龚自熙系最高葛一位，而身形都系比较优胜，所以网民都留言话望住各主持，完全听不到 Gigi 同 Grace 讲捏几个主持竟夸张等等。现年30岁葛龚自熙精通广东话、普通话、英语、日语及韩语五种语言，习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修读日语和活动管理两个学士课程，以及策略营销学硕士课程。毕业后回港参选2018年度香港小姐竞选，虽然20强止步，不过都成功加入无线，担任无线娱乐新闻台主播。另外徐仲有参与节目及剧集拍摄，例如《习都姐有问题》中担任问题专员爱，《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客串饰演补习社老师 Megan， 驼的外国人及全能司仪选拔大赛2022等等。其实龚自熙都无戏第一次被指发挥心机女本色，例如徐席明星运动会参加射箭项目，而当时曾志伟亦有到现场为参赛艺人打打气，徐席射箭后转身向曾志伟摆出一个星星俯视，徐席主也是担任压轴嘉宾，期间不时同肥妈一起至间寸爆六号话捏都话女人言，甘先记好男人离，我真记好中意那个节目呀，不少网民都话徐充满机心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